晴。咁咧話說我今次嚟台灣之前咧，就喺香港買咗個航拍機啦。咁其實喺香港嗰陣咧，就有叫我表弟咧教我用一次。咁但係我自己一個咧就未真正咁樣好熟練啦，對於呢個航拍機。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想出去試一試，因為咧今日天氣都唔錯，今朝都仲有落雨。咁但係而家就見到好天啦，咁就唔想嘥咗一日去。装备吧，好多时候男仔咧都会话女仔出门口好慢啊，又成成成咁样。但其实我想讲咧，我啱啱搞掂晒啦，已经即系搞掂晒好耐啦。咁佢一直喺度催我，佢而家仲喺度，之后唔知执乜嘢咁样咯。傍晚害怕我，一飞出去就不回来了啊！不要，好啊，那现在就去朝金公园咯。好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到了朝景公园了。今天好玩皮包啊。什么好玩皮包啊？因为大浪啊，大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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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气醒了，风好像很大，很怕，害怕。怕什么？我很怕它丢下去了就没了。再去捡回来啊！怎么怕？阿轩，今天空拍机，你的空拍机第一次试飞，有专业的在旁边教你。不要！是不是要先开那个啊？它在叫。到底会不会啊？像在抓蟑螂一样。这个是怎样的？让我想一下。我都不知啊。准备起飞，好呀，皮卡丘。很怕哎、欸，然后之后要怎样？完美降落啊！吓死人！就至少他成功飞出去，然后还有降落，不错不错不错、啊。不知道拍的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可以勇敢一点，飞个100米，然后我们飞出去绕一圈回来。啊、如果掉下海里怎么办？这很怕哎、欸。它会沉吗？还是会浮？是沉吧，这个。那你装四个气球啊？什么气球？保利龙。保利龙个屁呀、啊！保利龙会浮。你就把它装在四个地方，装到那边浮球吗？掉下去的时候，就浮在水面上飘了。然后嘞，我就可以下去游泳去捡它。不是，但是如果你沉下去，我就要背气瓶，就要潜水下去捡。亏你想得出来。捡到他回来了，45%电了，海泉。不知道。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底？我们的空拍机不见了。快点下来。他知道。到底回不回得来呢？拿碗箱下来。今天飞得如何？很紧张。现在呢？有一点信心了，而且他每次有声音或者是他开机的时候，我都很紧张。哔哔哔哔乱叫的时候，就是要有经验累积的。累积呀、啊，累积呀、啊。达令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比你。还好今天飞空拍机没有把那空拍机都掉下海里，漂洋过香港。
对啊，也跑到香港去了。然后也不知道拍了什么，回去看一下。好啊。好，那今天无聊的 vlog 就结束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